欧国杯外围赛短评：2024欧洲国家杯外围赛分组赛 J 组，波斯尼亚对冰岛。老实讲，冰岛近年战斗力下滑很严重，目前已经长达七场各项赛事难求一胜，可见球队缺乏争胜的本钱。金帐冰岛不宜过分高估。还没有赞的就麻烦你点赞哦，记住要订阅我们的频道。